久的44岁徐静蕾终于有新片了。新剧发布会遣色衣裙好青春。前几天徐静蕾还在说被嫌弃了，公司同事都说有你没你地球照样转。不过有些事小编还是相信，没有老徐是一定不可以的，比如对新居的创意设想，还有种种。当老徐经过长时间不断酝酿过后出来的新作，他的位置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。平时每天看他不是健身就是画画练字，以为他没事，根本就不是。他其实是在不断的思考，也在不断的创新。他有说过，一个女人如果想要回归家庭，不想上班，那么一定要有能养活自己的能力，不能依附于任何人。所以老徐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，不管在任何状态下，其实她都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工作的执着追求，对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。站在舞台上的徐静蕾打扮非常的简单，甚至不像其他的女星还需要做什么头发，就一个马尾辫，就这么简单的装束，徐静蕾就站在了舞台上。小编觉得能像老徐这么随性的女星也真的是不太多了。徐静蕾拥有170种傲人身高，所以站在男性工作者的身边，看起来气场也非常的强大。身高和苗条的身材，还有完美的皮肤，让她看起来如此的清晰自然，不做作。很多粉丝都说就喜欢老徐那种自然状态下的样子，这才是最真实的人生，最真实的女人。一怒之下又是徐静蕾导演的一部佳作。徐静蕾自从进入娱乐圈过后，不管是做演员还是做导演，几乎没有不成功的。